对，其实也很低的。是。赵哥非要来，我怎么没来？是吧？把你们都认识了。太熟了，太熟了。你是后辈的。赵哥是老爹大哥介绍的。推荐的。推荐是做这个海参的。他们做文具的时候，丁大哥跟赵哥就在一起。先不是。后来他看丁大哥做海参做的挺好嘛。哦，他哪儿原来？文化用品的，专门做文化用品。文化用品跟包装同不同？但是外贸包装我认识很多同。